30块钱，三十块钱啊，买一个在这儿。我20块钱买一个跟头啊，只要你敢翻，我就敢给。来吧来吧，我给你选位置，要选人多的地方。那算了。他不敢，20块钱翻个跟头都不敢。20块钱一个跟头，我花20，提及花30，就你，对啊，买你一个跟头。哇，已经把耳机给我了。啊，就在这个门口吧，就在这二号，就在这二号上车门口，来吧。你从这个宠物店，你从这个宠物店门口开始翻，翻两个连续，翻到这个门口，你大概就是从这儿。两个，我买一个，他买一个，他30，我20。你从这个门口翻到这个位置停，然后我给你再摆个 ending pose， 然后立马转钱，现在。立马转！你别摔了你，我天！狗狗，从这儿翻到这儿，大概再立个 ending pose 给你。他没有，他摔倒不会摔的，这点我给你什么？我俩之前学特技的。快人多，快，别嘛！你社死就是我最开心的事。Double，他30，我20，翻完之后从这儿翻到这个二号门门口，然后摆个 ending pose。翻不翻光了？翻，快点啊！我都举累了。10秒钟啊，10、9，跟着他啊，一直 follow 你 camera。来来，快！